而很多航空公司也有代言人，其实就是这些漂亮的空姐都有人形立牌代表着公司的门面。但是最近呢，复兴航空力捧的招牌空姐却跳槽到了长荣。那么周刊写道说，复兴董座林明生为此大动肝火，认为很没面子。而长荣也发表了声明，表示没有挖角，是这名空姐单纯的转换跑道。打开复兴航空公司网页，这位笑容甜美、有着大眼睛、瓜子脸的空姐，正是之前复兴航空力捧的美女空姐王小涵。连机场也放了有她照片的人形立牌，现在被周刊爆出她跳槽到长荣航空，而这个举动竟然让复兴董座林明生大动肝火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方便回答，不好意思。哦，那个立牌，他是不是已经离职了？清楚哎，不好意思。自家空姐要跳槽，地勤人员低调不谈。周刊写道，当时林明生曾极力挽留王小涵，不过王小涵却一口回绝，直说自己从小就梦想当长荣空姐，坚决要离开。据说当时让林明生好没面子。不过复兴航空紧急发出声明，表示王小涵早在6月30号离职生效，对于一切问题都不再回应。而长荣方面也强调，绝无挖角行为，纯属空姐自己正常的转换跑道。只是复兴最近为了争取航权，和长荣颇有竞争意味，两家航空目前也由少东当家做主，力拼年轻市场。现在曾经力捧的力牌空姐出走，投奔敌军阵营，也让这航空权大战多了几分烟硝味。中央新闻夏俊展台北采访报道。